你这里还可以将就一个人吗？啊，在这睡吗？嗯，那可以吗？不太方便吧？咋啦？哥，我快要冻死了，能不能进你屋里暖和一会儿？你干啥的？我是一个人开着那个拖拉机出来玩的，自驾的。好冷啊，睡到一半车里都没电了。你太冷了是吗？太冷了。那行，先进来暖和会儿。好，谢谢。哇，你这里好暖和呀，天上太小了。开着暖气呢。你一个人是吗？对，我一个人，先坐。谢谢，我先给你烧点热水。睡到一半没电了。你刚才说你开什么车过来自驾游的？拖拉机。拖拉机？对。不是吧？你开拖拉机？对，等一下你出去看一下。我去，我给你烧点热水，你等会儿啊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先喝点开水。好，谢谢。啊，太感谢了。你屋里好暖呀，我感觉我们是天上地下，你都穿。我穿的短裤，对，我把暖气再打大一点，好，咱们都暖和一会儿。谢谢。你一个人开着拖拉机从哪里过来啊？哦，我是从青岛那边出发的。从青岛？哎，一路开过来啊？是。哇，那真的厉害了。那你也是做自媒体吗？哦，不做，我就是想挑战一下自己。哇，你一个女孩子，你也不怕路上遇到坏人啊？哎呀，没有什么坏人，这个318路线上还好了。哇，太勇敢了，太厉害了，暖多了，感觉暖和多了，谢谢，太感谢了。是这样，哥哥，就是我车里没有电，你这里还可以将就一个人吗？啊，就是在这睡吗？那可以吗？不太方便吧？那你平时太冷的话是怎么取暖的？就是我就一个电热毯嘛，然后又没电了，睡到一半它就没电了。那就是因为没电了，所以你现在才冷了是吗？对。好，这样子吧，你要是没电的话好解决，因为我车上有那个电源，我拿一个给你嘛。然后那太好了。拿个电源给你，你插上电热毯就暖和了嘛，对不对？好呀。那我把那个电源拿到你车上，然后你插着电热毯就休息嘛，好吧？因为现在也。现在也一个小时。我这个电源的话，它带电热毯的话，应该带个两三天应该问题不大。哇，我们先拿过去嘛，走，我先给你拿过去嘛，好吧？嗯，在这边，扣一下，哎，对，就开了，走吧，我们把这个电源拿过去给他用。哦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在穿着短裤，我这门一打开，太冷了，我先穿个衣服啊。我去，外面的确是冷，太冷了。我车内温度现在是26度多，我车内是很舒服的。我先把这个电源给他拿过去，看他开的是什么车，走，我们一起去看一下。喂，你还穿短裤，你要不要穿个裤子？不用，没事。哦，我穿着棉袄呢。哦呦，先把门关起来。哦，这个拖拉机就是你的啊。嗯。我去，你真厉害啊。呼，外面真的太冷了，好冷哦。来，放在哪里比较方便？就放在这里。啊，放在这里吧。好，这个好厉害啊，这个啊，移动户外移动电源。对，我去，你这个睡得也太简陋了吧。没办法。你的电热毯在？还好我有个电热毯。你的电热毯在哪？这里。好，我该怎么用？来，我告诉你，先把这个来给我，先把这个电热毯插到这上面，我给你插好吧。插这儿。这是打开了吗？对，然后我这个开关打开，然后你看一下电热毯亮不亮，看一下。哦，亮了。亮了吗？亮了，红灯，这里高。亮了。这样应该就有电了。这样就有电了。那我这那个手机和电脑都没有电了。可以充吗？可以，我告诉你哈，充电宝啊，可以，这个都用这个充都可以，这个里面可以充1.5度的电，你看上面显示，输出功率的话可以达到1500瓦，然后有1461瓦时，等于说1.5度电，然后充电的话，这个我平时没电的话，充电的话3个小时就差不多快充满了，然后这边有 USB，
看没，这边有 USB， 然后这边显示电量、嗯、我现在你现在电热毯的功率是75瓦在工作，然后现在电量是100%的都可以用，然后你等一下把你那个手机 USB 的手机前面插在这上面就可以了，好吧、嗯、插在这上面就可以了、嗯、然后如果你电脑要用电的话，然后你就把这边的这个也打开，把 这个是什么，这边是个防水罩，然后你打开以后就是一个插板，五孔插头、哦、你把它放进去就可以给你电脑充电了，好吧，哇塞，好高级哦。对，户外你要有一些这些东西，是也对，买个这样的，对，你没有这些东西的话，你平时出来玩的话，你手机电脑啊什么没电的话，这个不行的，对对对啊，好棒呀，好，那不然你暖和了完了你就先休息，好吧，好，那麻烦哥哥帮我把这个门关一下是吧，关一下，好嘞，好OK， 会不会像聋子、啊？还把我锁在里面？没事。好，我看一下你前面的车长啥样。好的。我去，你这个、嗯，你这个都不挡风啊，能不冷吗？没事，我自己就搞下来了吧，这个等一会儿。好。我去，这拖拉机，我的个天哪，还是个女生啊，还是个女孩子，开着一个拖拉机，就这么来西藏了，我也是醉了啊，太有魄力了啊。现在暖和了没？暖和了。好，那你早点休息，好吧？好的、啊，那你也早点休息啊。好，那我先回去了啊。好的。明天见。明天见。好，拜拜。啊、哦，太冷了，赶紧上车。我去，还是我车里暖和呀，26.2度温度，哇，太舒服了，太暖和了，准备睡觉。在这里提醒大家啊，咱们要是出来玩的话，一定要把装备什么的都在出发之前都准备好。不要像这个小姐姐一样，哦，冻成这样，哦，你说多可怜是吧？一个女孩子，还好我们现在是在停车场。如果要是在荒郊野外，我估计她也不敢在那边露营，也不敢在那边睡觉。但是偶尔遇到这种，你说她那种，且干拉的，然后一块布拉下来，那得冻死啊，是不是？咱们这些用电的啊，水啊这些装备一定要准备充足啊。我也要准备睡觉了，啊。这个小姐姐到底长啥样也不清楚哈，那个明天看看能不能看到她的真实面目，那个口罩什么能不能摘下来看一下长啥样，好不好看啊？好了，睡觉了，晚安朋友们。早上好，看那边那个小姐姐睡得怎么样呀？人不见了？不是吧，我的店员呢？赶紧下去看一下。8:40就走了？不是吧，这怎么搞？诶，这边有一个小纸条，你好小哥哥，谢谢你的店员，看你没睡醒就没打扰你，东西在门口，这是我的微信，我加他微信。好，店员在这里，看他用了多少电。这一款是百克龙的户外的电源，还有68%，点了一晚上电热毯加电脑手机充电，还是蛮耐用的这个。